像一只猫，悄默生气地沿着草府的屋脊上行走，去窥看每一间屋子，每一个人。我看到的和听到的，有时候吓得我汗毛都竖起来了，有时候让我忍不住笑出声。我发现，不管是老爷、太太、大少爷、大少奶奶、三秋、小鱼儿，还是丙叔和那些下人们，都是白天和黑夜不一样，人前人后不一样，好像人活在世上从来就有两副面孔。下来。下来好好聊聊。哎，老爷，你也上帝过呀？胡说！老爷，我再也不敢了。别介呀，接着上，接着看。可有一条你别忘了，看完了，甭管多晚，记住了，老爷在这儿等你呢。这院子里。只要有什么事儿，不是瞒着老的，就是瞒着小的。看以后谁还能瞒得住我？仅有蓝金叛党在沧河一带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奉上命，随放营。将封锁出入沧河的水路、旱路，渔船、火车 ，Lucas， 就地停靠。I can't stand it. Let's go out for fresh air. Where? Anywhere. 你蓝金叛党在沧河一带杀人越货，无恶不作。Why is it nobody here? 上命，啊？巡防营将封锁所有水路、旱路出口。Why they are awkward there?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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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are they all crowded here? We're Why? Why? We're all alone in this cozy little place. 先生，请出去。他怎么了？我得陪着他。我们在这儿，我们休息会儿就行了，好吗？坐好了就行了，谢谢。Sorry, I was just joking. I know it's just a joke. So, what's the name of your hometown? Yuzhen. Yuzhen. My hometown is too small, and you can't find it on the map. And you will see when you get there. 二少爷回来了。光汉回来了，回来了！哎，让他进来，让他进来，在太太那儿。太太，请您过去。我身子乏了，我哪儿也不去。那我跟他说，您在屋里等着。你什么都不用跟他说。这点礼数他应该懂。哎，汉儿总算回来了，这次回来可别再走了啊！
孩儿。娘给你说了门亲事，过几天择个日子就办了啊。娘，我不想结婚。为什么？婚事等过两年再说。你都22了还要等啊？你让我跟谁结呀？对方是桑镇的大户，去年娘烧香的时候见过一回。那我要是不喜欢呢？你一准喜欢。嗯，辫子呢？剪了。剪了？怎么不问我们一声就把辫子给剪了呢？隔着太远，通信不便。光满，嗯，明天给光汉弄条假辫子去。我不要假辫子。可真辫子你没了。我就不要什么辫子。你虽然留了洋，可你不是个洋人，他是。Hello, I'm Lucas. 爹，我不要结婚。你还不要什么？一块说。我就不要结婚。不行，我要一个人睡。你可别后悔啊，再过几天你想跟我睡都没得睡了。为什么？因为你要嫁人啦。谁说我要嫁人了？那这个人是谁？嗯，咱们余镇的火柴公社今天正式成立。公社是什么？就是家。你们入了公社就是进了家，叫社员。陆先生也是社员，当然他也是机械师，我也是社员。你们现在看见这台机器比我们所有人力气加起来都大，所有的。哼，它顶得上50匹马。但是你们记住，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只能互利互助，把心绑在一起，为了我们这火柴公社打出一片天地，对不对？媳妇儿就要嫁过来了，得好好过日子。
就不行再这样了。那我想吃怎么办？那就吃你媳妇儿的吧。二少爷，你可得抓紧点了。你着什么急呀？哎呦，二少爷呀，你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过了午时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过了时辰，人家不干呢，哪有午时以后接新娘子的？那就改天再去，给他们家道歉。哎呦，我的爷呀！你以为这是压火柴呢？今天压不了，明天接着压。还真没压火柴棍有意思。快点！哎呀，这是！快快快！快快你要是不舒服就起来动动。没事儿，就快完了吗？什么快完了？坐床啊，你来掀了我的盖头，我就能起来了。不早说。哎，你别动，你的秤杆呢？哦。行了，你现在可以起来了。哎，还没完呢，还得把我的首饰放到你的礼帽里。你那是干什么？你在上，我在下，这样以后过日子，我听你的。
光汉，要不你过来坐吧。说什么？我想吃你的奶。耳朵，我问你什么，你告诉我什么，不许瞒我。没成亲的时候，你光汉少爷身上是不是有很多古怪的地方？少爷他没病。我没问你他有病没病，我问你他身上是不是有很多古怪的地方。二奶奶，少爷是个好人。我知道，他本来不想成亲，是吧？不是，他是害怕。他怕什么？他怕女人？不知道。他怕母亲？不知道。那他怕他自己？求您别恨二少爷，二少爷就是喜欢吃太太的奶。刘洋以前被老爷撞见过一回，骂他没出息，不像曹家的男人。没过几天，少爷就走了。其实二少爷活得不开心，在这个院子里，除了太太，没人跟他说得上话。二少奶奶，我把主子给卖了，您不会看不起我吧？你说呢？我不知道。不会，二少奶奶喜欢你。你在女子学堂也学西洋文？学的是英文。那卢克斯说的话你都懂？没见过面。光汉，我嫁给了你，我就是你的妻子，可你为什么就不愿意跟我同床呢？我就是想现在看会儿书。好，你看吧，我陪你，等你困了，咱俩在一块儿睡。
光汉，你心里想什么你就说出来。光汉，我心里头怕得要命，我本来想你是我男人，我闭上眼跟着你就是了，可你总躲着我，你让我怎么办？我不是想，我想吃你的奶怎么了？你觉得这件事情特别可笑吗？我没有。你想笑，你想笑，你笑出来，你偷偷给我笑出来，你憋着干什么？光汉，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就是这个意思，你就是这个意思，你比这个意思还抗恨，抗恨，抗恨。虽说二少爷回来了，可您知道二少爷的脾气，除了忙他的火柴什么都不管。这曹府上上下下大事小事还都是大少爷一个人扛着，下人里边也没什么好苗子，有把力气的没脑子，脑袋瓜灵的他又不跟你往一块儿想。耳朵这孩子是在我身边长大的，他对曹家有颗忠心，再怎么说他也是太太。你说他是太太的，你忘了他还是个长工的种。老爷，我是盼咱曹家好啊。我让你拿掉耳朵。除不掉啊，也除不得。你真信那个算命的胡说八道啊？你忘了那个算命先生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吗？那哪能忘啊，说是耳朵是金土鳖驮生的，是小土神，耳朵死则曹家衰，耳朵活则曹家兴。还有一句你忘了，除非他自个儿走错道，与曹家无干。是个好孩子，他真死了，我心里挺难过的。该他姑过坟，哎，远远的啊，立个碑，跟石匠说石料要好点，给孩子烧些香纸。二豆平时喜欢吃些什么呀，玩些什么呀，多买点来。阿平，你来，你说我对得起二豆了吧？看你过来，五娘，你快点，你过来。哎，过来别跑。
洋装，我才不穿呢。来嘛，你别闹，不行，快点快点，像老爷。那你也当老爷吧，来来来，把这个也穿上。我不要，哎呀，别闹，我不要当老爷，我不要莫小姐。二少爷回来了。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二少奶奶说今天天气好，就把所有的床单、二少爷的衣服都拿出来洗了，用的是二少奶奶从省城带来的羊胰子，味道可好闻了。你们认识？那你们之前见过 ？It's her. Who? From the train. It's that girl. Which train? You remember? From where we came. Hi, hello. I'm Lucas.Nice to meet you. 在火车的后厢上，你们两个当时站在我后面。You two got married. 你好，我叫郑宇南。Ah, that's terrific. You two and on the train. Yeah. 五娘，去冲壶茶来。二少爷坐。谢谢。您坐。哎，你会吗？会。那你来。你们下，我看着。你来。还是你下吧。哎呀，下盘棋有什么好让的？让你来你就来。来。哦，你怎么能这么走啊？怎么了？我不是应该上马吗？你这招棋，明摆人家在诱惑你吗？你这都看不出来啊？没关系啊，我下次知道就行了。下次人就不用这招了。光汉，是我在下吗？Your nun plays really well. Maybe you could have a try next time. 哥 ，I have no interest. 娘，嫁到曹府有几日了吧？有几日了。还习惯吗？习惯。有一年我在庙会上碰到你，我就再也忘不掉了。我跟娘以前见过吗？你当然没有，是娘偷偷瞧你来着。若说光汉娶你有缘，莫说娘与你有缘在先。其实，我跟光汉以前也见过的。啊，是吗？什么时候？在回来的火车上。只可惜，光汉他已经不记得了。你看，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汉儿是我最心疼的孩子，把他交给你，我放心。在家的时候，哥哥总是宠着我，有些事情难免想得不周到。要是让光汉受了委屈，娘也别怪我。如果娘肯教我慢慢学。玉楠，娘想知道为何迟迟不能见红？娘，夫妻之间的事，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让我跟光汉再处处吧。那一定是光汉做的不好。不，不是光汉的错，但我也不知道我错在哪儿。会好的，那就好。娘，要是没什么事的话，玉南先告辞了，去吧。玉南，嗯，光汉，我要跟你说两句话。我正在忙。说完了我就走。我就在火柴公社待着，我不打扰你工作。等你忙完了，哪怕再晚，咱们一块儿回家不行吗？陆卡斯天天闹着要回家，我一定要赶着他回去之前把火柴造出来。为什么这么急呢？我也问过他很多次，不就是要回去看他妈妈吗？不是，我是问你为什么那么急着做火柴。为什么？因为我要证明给他看，离开他我也行。你离开他不行，机器你不会使，你也不会修。我会学。你学什么呀？你学。行了，我要去配药了。你别走。我看你每天忙成这样，我什么忙都帮不上，我心里不好受。如果你非得在这住的话，莫不如让我一块儿跟你在这住。你赶紧回去吧，太晚路上不安全。你还知道这个呢？我还知道很多，我只是没有机会证明我知道很多。我现在在人眼里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废物？你怎么只想到你自己？只想到我不在家别人会怎么看你？你有没有想过我别人会怎么看我？不过我不在乎。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你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么多话，我很高兴。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就是想知道，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你什么人？是你贴身丫鬟，是你刚刚认识不久的朋友，或者说是你们曹家花钱给你买回来的一个摆设，或者干脆说就是你的累赘。我告诉你，我都不是。我是桑镇郑家的眼珠子，女子学堂的毕业生，你新婚的妻子。你不该这么待我，你家人也不该这么待我。你为什么要娶我呢？你不喜欢我为什么要娶我？你不喜欢我为什么要娶我呢？你天天说平等，说公平，你这样对我公平吗？你看看我，你仔细看看我，你看看我，你好好看过我吗？我变不成你梦想的火柴，可我是你的女人。你母亲明天还会派人到院子里等着接红，你叫我怎么办？你说你叫我怎么办？
你还是把耳朵杀了。你是想叫我死，那我就去死。告诉我，你把他埋在哪儿了？死之前我得看我儿子一眼。小珍，喝口汤吧，这是聚气补血的汤啊。我儿子死了。你儿子好好的呀。我亲生儿子。你亲生儿子就一个，是关汉呢。你答应过我的，让他活下来。你也答应过我，不再说他是儿子这件事儿了。我是他娘，我生的他，我不当他是，他就不是了。耳朵这孩子，我真的挺喜欢他的。可我一想到他那个当长空的爹，那匹快马，我恨。你能懂吗？我有时候恨不得把耳朵皮扒光，放在这锅里头煮着他吃。这种感觉你不会有吧？因为他活着，我就活不好。从耳朵一出生，你就想杀他。你杀了他三次，你以为我不知道？耳朵勤快伶俐，不贪财，为曹家做了不少的事情，为什么就不能给他条生路呢？想想，耳朵到现在连个信都没有。这耳朵要是我的亲生儿子，我一定是最疼爱他的。耳朵，耳朵没了，你如愿了，你清静了，我也清静了。谢谢你。小珍，他们都以为我死了，我没死。不都说我是金土鳖吗？金土鳖命贱，哪能说死就死？老爷，我回来了。啊！老爷，老爷，我回来了。老爷，你是不是想我了？老爷，老爷，别看我了，老爷，我知道错了，老爷。哎呀！耳朵回来了，耳朵，耳朵，来了。哎，老爷来了。哎，你看，你走了，老爷这锅汤都瘦了。老爷，比叔拉我来得急，在屋里呢，没顾得上带上。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哎呀，跑不了，在罐子里呢。我要睡觉了。耳朵回来了。咦？
formulate it wrong. But you said it would work, huh? You said it would work. Yes, I said it's all right. But it doesn't work. What can I do? My work was to do this. This one. And I've done this. But you haven't done yours. It can't be lighted, can't you see? How can it be called a match if it can't be lit? You are my engineer, so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that. You want to leave? All right, you want to leave. You must stay here until you made the real matches. Then you can leave. Do you pick up? If this fucking shit doesn't work... What's this? You tell me what this? Sir! Sure. This is sir! It is midfielder! The jabber! I don't want to hear anymore! I don't want! I just haven't got the time. I haven't had the time. Don't you know we have no time! But how the fuck am I supposed to do anything if I haven't got time? And you know what? The problem is not the machine. Det är jävla trä. Det är jävla trä som är problemet. Ni ber gå så röd det har. Vad gör ni能不能修？机器又出毛病了，别着急，进屋歇会儿吧。没事。来，喝点水。我告诉你，修不好就别回去。好了。Mr. Lucas。Have a cup of tea. Yeah, but my hands are so dirty. I'm sorry.住我，快点，快点！你出来干什么？我干嘛要带你出来？滚，滚回去！走，你不要走吗？
成功了。光汉，我怎么办？什么怎么办？你要是回不来，我怎么办？你到时候自然就知道了。我不要到时候知道，我要你现在就告诉我。光汉，你不要去，你会闯祸的。你办不成这事，你就不是能办成这种事的人。你怎么知道？那我是哪种人？我能办什么？我能干成什么？我除了闯祸、花钱给曹家丢人，我还能干什么？我也许做不成，但是我还是会去做。你在家过你的安生日子。我叫曹光汉，给你们造炸药来了。哎呦，Miss， Can I help you with anything? I want to make matches. What? I want to make matches. What? Now the problem is not in the matchsticks. It's in the formula.It's something with the proportions. I don't know. Han knows more about this. I just mind the machines. Let me have a try. Okay.Thank you.
come in? Can I come in? Lucas, go back. Are you still here? Yeah, I couldn't sleep. Just go back. I come here every night. And I sit here till dawn. Because if I go home, I'll just smoke a lot of cigarettes. So? Just go back. Don't come here, please. But what should I do then? But what should I do then? I don't know. I want to see you. I want to hear you. You can see me. Hear me during the daytime. I want you to see me. I want you to say my name. I want to kiss you. I want to hug you. No. Leave me alone. I had to go. Are you leaving? Yes, or else I'll be suffocating. How about me? I don't know. Don't ask me. I know. I give you a cold shoulder, but I didn't mean to do that. It is a big mess in my heart. Can't you stay? No. Don't leave me alone. Why did you leave the community? Why did you leave the community? You always had your little problems, but you never cared for me. I really had a lot. I know.
It feels like you killed me and treated me this way. You have made me hard. I never want to let you go. I want to hold you like this till I die. Follow me. Where are you going? Anywhere. Anywhere is fine. But you know, I'm his wife. And if you go, you won't be. Please, it's not so easy. It's not so difficult either, is it? Lucas. Yeah. You know? Let me go. Lucas! What's wrong? Are you leaving? What's happened to your head? At least you should say hello to me, right? Hello, Han. Hey, I come back, but you won't leave. Why? Put back the briefcase. Come on, I wanna come go. On.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你在这儿？光汉，陆先生说他要走，我就过来看看。你哭了？没有，没有。你撒谎。Lucas, you didn't have a good sleep, did you? Your eyes are as red as a wine pie. What? Han? What? What do you mean, Han?知道二少奶奶和陆卡斯坐下的那事儿吗？我想他不知道，可他好像又觉察到什么。他和陆先生成天猫着，各干各的活。二少奶奶每天送饭，他不要下人送，他要亲自送。可每次送到门口，二少爷让我把饭接过来，二少奶奶连门槛也没迈过。空气中飘荡了一种让人难堪的味道。二少奶奶的眼神是那样的忧伤。
Thank you, Shirfan. Zhejir Kuaila.瑞卿，哟，太太吉祥，太太吉祥，瑞卿，玉楠有喜了。哦，好事儿，好事儿啊！儿子，取酒来，快点取酒去。哎，恭喜呀，恭喜，这真是曹家的大喜事。是是，来坐坐坐坐。哎，吃啊，快吃吧。哎，喝点吧，要多吃一点啊。哎。 神父，这样不行。我说不出来，我看不见你的脸。我还以为正相反，你不愿意看到我的脸。我是只有在你的忏悔的时候。忏悔？对啊，难道你不是来忏悔的吗？ 好吧，让我来听妇人心里有什么要倾诉的。对不起，神父，我不想说了。 你怀孕了，这孩子不是你丈夫的。这么说，你打开了以上不应该打开的门，想关又关不上了。 我不想责怪你，可是我不得不提醒你，你要为此付出很多。灾难就要来了，对吗？灾难已经来了。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看看后站，往后站。真漂亮，真是个美女。来，别拦，别拦，别挡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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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姐，赵家要完了。南京逆贼曹光汉胆大妄为，丧心病狂，私制炸药，谋刺朝廷命官，罪不容恕，本应就地正法，然念其幡然自首，暂缓行刑，着即刻捉拿逆贼所供从犯，查抄曹宅。嗨，进去。小哥，你这是顶人呢还是陪人呢？陪人。曹光汉，你的妻子已有数月的身孕了，你不能不管不顾吧？不为自己想，也该为他想想，为他们娘俩想想。你总不该让那孩子一出来就没爹吧？儿子，儿子，儿子，你看着我。孩子，你看着我。孩子，孩子，儿子，你看着我。啊！你们都在骗。陆先生进来。You are really like a kid. Are you doing this to abort the child?It is not necessary. You don't need to let all the people know the truth. Before, Hans dies. Han is dying?Where is Han? In prison.
你是不是不想看到我这样？走吧，走吧，把孩子好好的生下来。我还是想说，我对不住你。你千万别这么说，我最怕听到你这么说。你要是愿意，就让这孩子姓曹吧。我愿意。剩下的就得你们自己去争了。你别这么说，你这么说让我想去死。为什么大家都抢着去死？死真的能一了百了吗？你怎么了？他踢我了。我想摸摸他。你让我摸摸他。你们他妈把眼睛都给我闭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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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眼睛，让曹家的列祖列宗都来听听吧！曹家出轨了！
卢先生，你要去教堂？雨下这么大，路又远，我看你就别去了。教堂。有件事你倒可以去做。你们火柴公社一个伙计回来报信说，你们的舵梗机又出毛病了，不转了。你能不能受累去修理一下？可以。哎，陆先生。走吧。走吧，陆先生。怎么了，卢先生？你有什么话要说吗？没有。那好，赶紧上路吧。走吧，去吧，卢先生，走吧。这个老东西它真结实，像我砸不烂，砸。十几年了，什么东西搁到里边都融化，什么东西从里边盛出来喝着都是一个味儿，腻了，砸。这么轻，在里边吗？在在。耳朵啊，弄利落点，别让他受罪啊。这病叔真不想活了，我这再说就多了。病叔，即使我去，这孽我就受着呗。自春少爷，我是耳朵。你不认识我，也没见过我。可我认识你，也认识你的爹娘。可能从此以后，你就没有爹娘了。你跟我一样，我也没有爹娘。可我现在也活得好好的，所以我相信你也一定能活得好好的，对吗？
我已经求过中国的神保佑你了，这儿还有西洋的神，我也会求他们保佑你的，所以你准能好好的活着，跟我一样。阿少奶奶走了，雨淅沥淅沥的下着，我突然想起她嫁到曹家的那天，雨也是这样淅沥沥淅沥沥的下着，这辈子再也见不着她了。有人说轿子刚出桑镇，他就一头扎进河里，让滚滚的河水把他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不信。也有人说他回家了，回到了桑镇的郑家大院，肖梅生的钻进了蓄满水的荷花大缸里。他告诉过我，他小的时候就喜欢憋住气躲在那口大缸里，突然一下带着满身水花从荷花缸里冒出来。可如今他还会不会突然一下从荷花缸里冒出来呢？我想他会的。在有月亮的夜晚，在春天开花的日子里，他还会扑通一下猛地从荷花缸里冒出来。四溅的水花在春天的阳光下晶晶发亮，还带着他身上的香气随风飞扬。儿子，你想姓曹吗？从此以后你就姓曹了，你叫曹耳朵。